那我们来这里干嘛？来骑马。骑马？这里哪有马可以骑啊？对啊。这里后面没看到？旋转木马？他又没有开。哎，拜托，我有做功课哎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们要来高雄啊，不要旋转我们哎。对啊。不然我们先吃个冰岛好不好？吃完再出来看他会不会开。 好吧，他还不确定哦。早上九点才吃冰，看他会不会开。好了，这一集是不是吃到好吃的？我们有一个 slogan， 对，我们要先练习一下默契。好，看多尴尬。好，高雄不旋转，我自己来转。哇塞，不是喝茶吗？怎么吃冰了？ 很清爽，要融化应该是。他们常常就是一个超级老的老店。对。然后他在刚好在这样的库这边有一个那个店面可以买。喝假不？喝假，这个四季春的味道，整个在这个冰里面，没有。真的。我就是给你随便的呢。肯定懂四季春的味道。你看有在喝四季春呢？对呀。有点微糖的四季春。对。好，它不太甜，是微糖哦。对，而且它那刚刚那个老板就说是没有任何添加物的，是春天然的。好啦，你也是真的没有旋转我们啦。真的。而且刘府河煮鸡的。有有有。双喜，玄色。那把它磕成女王头，然后再把它，再怎么样把它塑形塑回来。有有有。要吃掉蒜了。 其实跟刚刚那个有一点点像，可是它的尾韵也是一样有淡淡的那种清香，但它是很顺口。因为它那个茶包感觉就是非常的真材实料，你看那个桂花香啊，就冷泡茶都很适合配甜点。嗯，哇，发酵味，我就想说发酵味，发酵。懂哎。如果想喝浓茶一点的话，可以那个，可以选择这个，对，可以选红玉红茶，然后想要比较清爽的，就是桂花乌龙，喝了差不多了，是不是也开胃了？对，好，接下来就要去一个神秘的餐厅，跟旋转也是有关系。面条是吃东西，我们行程都排很满的，很满，高平地区的没有在跟你浪费时间。啊，海派啦，这是想要请的，太开甜心了。
来吃饭哦。没错，来吃午餐。我们静子老师开在我们全高雄最知名的餐厅哦。哎，看起来很像下午茶，你确定没有走错吗？啊、你确定没有在旋转我们哦？太大一栋了吧？对啊。等一下，那有开哦？有。没旋转哦。老新台菜到底是老还是新啊？中王为什么带我们来这里、啊？为什么？是不是要旋转？因为要旋转啊！你们看一下这个盘子有没有旋转？哎呀，太棒了！哎呀，是不是？怎么会这样子？老台菜用新的方法去创作，哎，给它新生命、啊。对，没错。还有这个名字，这算是老功夫是不是？没错。OK。中后三路堂四十几年，啊，所以还有非常深厚的底。而且这是无菜单料理，所以我们之前是不知道要吃什么的。没错，上来就是惊喜、哦。天哪！那我们先从冷盘开始。我们今天这个是三人份呐、啊，丢丢丢，一个人是大概800到1000左右。可是我觉得非常值得，因为菜色真的很多元。对呀、啊，嗯，白斩鸡，白斩鸡好好吃哦，尤其是它的那个皮啊，还有它皮跟它的肉相间的那地方的果冻。那个地方最好吃，最嫩哦。韭菜卷，感觉里面很丰富哎，吃得出经典台菜的味道，而且一咬下去，那海鲜味直接迸发出来，加上里面有一点那个番茄酱的那个番茄味，哦，有哎，小红红的一坨，好好吃哦。你要不要刻个螺啊？来啦，一人要不要拿一个呢？好啦，哦哦，哎，你好完整哦。对啊，不定，我吃饭了。你知道是肉的地方吗？他从这边吃啊。是啊，是头的地方吃吧。好，是啊、所以这一片这是硬，这是片呢。哎、欸，你旋转我，代替老金才在惩罚你。对、啊。而且不要看他这样，他超入味的。对、啊。哦。而且完全不腥哎。对。很鲜甜。好好吃哦。好，我们先来吃
最厉害的鲍鱼，好不好？哦，来一个哈，好香啊，好香，这个是香气，真的，好棒哦，鱼鱼别别。啊，没了！哎，我的鲍鱼啦，直接爱上，好爽哦！它炒 XO 酱炒的超好，而且它的辣度一点点的，越嚼越香，好好吃哦！这个豆子跟玉米笋也超好吃，可以直接来盘玉米笋吗？鱿鱼炒意面，我的天哪！意面在下面，这鱿鱼也超多的，吃哦！这个锅气有哎有哎，很香。就是要有这个锅气，这个大火快炒的感觉 ，yes， 嗯，特级厨师，好脆，好甜，好好吃哦。那我讲白一点，我用这个用，我们旋转意面，哇，有好脆，而且好入味，好甜哦。那个酱甜甜的，旋转了，旋转了，彩蛋在哪里？剪你几个。一人一盅哦，为什么？他说是用那个鹅蛋，然后解构的方式去做的煲汤，而且大家下一次来也不一定会吃到这一道。哦，对，因为无菜单料理都是 surprise， 不一样。Oh my god， 量超多的，我好表态的酒，我这一口里面有豆腐、鹅啊，嗯，哇，很鲜很鲜，真的是一代鹅蛋，好酷哦。对，又老又新。对，他就是用创新的方法来料理的。哎，没有吃过这种感觉，很成功的。这一道鱼呢，是用高雄当地非常新鲜的鱼嘛，它上面的菜很特别，是我们客家的腌菜。它把那个腌高丽菜拿起来，洗干净，把那多余的盐分洗掉之后，搭配上这个鱼可以提味。鱼肉好鲜好甜，但它的咸度你单吃也不会觉得太咸，因为他们是从瓮那边拿出来的，配合这个鱼一起蒸，好搭哦。它被鬼得啦，好哟，而且是重点是它又没有什么刺。太精彩了啦，这道赞死啦，我觉得都很厉害，这件真的太赞了，超值得推荐亲朋好友来一起来吃，真的菠菜。然后提醒大家哦，就是那个从中秋过后啊，过年差不多开始订的。哎，听说要大抢特抢，对啊，有时候抢不到哦。吃饱了，出去再说。哦，出去再说是不是？哎，OK OK， 先吃嘛，先吃饭。来到这里是不是又要做水上活动了呢？对，毕竟就在你旁边啊。对呀，真的。对啊，为什么我们在这嘛？这边是爱河啦，高雄最重要的一个观光的地方，可以下水。下水？现在是不是又在旋转我们？没有，是不是在旋转我们呢？下水上骑脚踏车。OK， 旋转一下。我要出去了。好紧张。啊，趴车啦，趴车，趴车啦！哦，还有一些票，好不好？拜托，啊，可以牵我们一下吗？好好，牵牵你，再牵你。很有视角哦。骑30分钟是有不错，有热身暖身的效果。有，我跟你讲，不用去健身中心划船，直接在这里划起来了啦。而且连遮阳的地方都没有。对，而且这样的话，就两个人感情好之外，你还可以看风景。对，哦。我们现在在一个很高的地方，这跟旋转有什么关系？是的，待会就会见证历史性
史诗级的旋转，哎呦，史诗级的旋转，我们的塔会转吗？还是哪里？这边转我会吓死，我也会吓死，我不行这边转了。你中午是不是又在旋转我们？今天真是从头到尾都在旋转呢。对啊，来试一下，让冰淇淋旋转，太也这样旋转，对，旋转这样旋转，对啊，其实脚是脚也旋转起来，对啊。其实中红好像也没有在旋转我，而且他推荐其实都很好吃又好玩，真的耶。当我们正在开始拉链的时候，他已经开始转了，开始转了。悄悄的给我在转，对，开始转了。最近搭配着钟声，搭配着钟声，完蛋了，我要回家了，是灰姑娘的鞋子啊，仙杜瑞拉，芬妮鞋呢？芬妮鞋，高雄旋转了怎么办？高雄旋转了，转了，而且我转还有层次，因为大家看那个羽生结弦转的时候。太多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哈，大家再听大家分享，没错，追踪等等去哪啦的节目哦，是的，之后去更多地方，留言告诉我们哪里更多好玩的地方，对，拜拜。